晋唐咏，上主的亲使，请赞美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是十月二号，教会安排我们庆祝护属天使纪念。我们知道，在我们教会告诉我们每个人，天使呢，天主呢派遣了每位天使来护属、保护我们、引领我们。所以在今天这台弥撒当中，我们纪念护属天使，也是让我们通过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护属天使来向他祈祷，向他诉说我们的困难期望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在今天这台弥撒当中，让我们一起去祈祷，去感恩我们的护属天使在我们的生活中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以不可言语的爱照顾人类，又派遣你的天使来护卫我们，求你恩赐我们时常获得天使的保护，并与他们共享你所赏赐的永福。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恭读出谷记。上主这样说：看，我在你面前派遣我的使者，为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准备的地方，在他面前应谨慎，听他的话，不可违背他，不然他绝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因为在他身上有我的名号。如果你听从他的话，做我所吩咐的一切，我要以你的仇人为仇，以你的敌人为敌，我的使者将走在你前面。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必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保护你。上主必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保护你。你这在至高者覆佑下居住的人，你这在全能者荫蔽下居住的人，请向上主说：我的避难所，我的碉堡，我的天主，我投靠你。上主必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保护你。他必救你脱离猎人的陷阱，他必救你脱免害人的瘟疫，他以自己的羽毛掩护你，又叫你在他的荫蔽下藏身。
上主必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条路上保护你。你不必怕黑夜惊人的颤栗，也不必怕白天乱飞的箭矢，黑暗中流行的瘟疫，正午毒害人的痢疾，也不会临到你身。上主必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条路上保护你。灾害不会走进你的身边，祸患也不临近你的帐幔，因为他必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保护你。上主必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条路上保护你。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上主的众天使，请赞美上主，你们是奉行他旨意的忠仆。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门徒们来到耶稣跟前说，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入天国。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你们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在我们孩童年代，我们都会学一个美丽的祈祷词，就是向我们的护守天使祈祷。我们这样祈求说，天主的天使，我亲爱的保护者，天主的爱委派你在我这里保护我。所以在今天的护守天使纪念日，天主呢出于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他委派了他的天使，从我们的出生到我们的死亡，保护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天使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天使的临在贯穿了整个的圣经。从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开始，就有天使守护着伊甸园，到最后一本书《末世录》，依然有天使服侍得胜的基督，执行末世的最终审判。所以天使的存在虽说我们看不见，但是他是天主的使者，时刻与我们在一起。我们知道在教会的雕像，或者说是一些绘像当中，经常会有小孩子的形象小孩子，然后再画两个翅膀，象征着天使的形象，或者是一些美丽的孩童穿着白衣的形象，来象征天使的一个存在。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想象，因为我们没有人见过天使。但是呢，他们也是天主的创造者，他们是精神体，所以因着他们是无形无相的，
所以他们可以随时的来到我们身边来保护我们。所以天使的使命就是在我们的旅途中啊，保护我们平安的回到我们的父家，就是天主那里。当然，从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启示，就是如果我们不变成像小孩子那般啊谦卑，那般纯洁，我们就进不了天主的国。而且天使也不能把我们引领到天父那里去，因为天使再怎么强大，如果我们不去回应天主的召唤的话，如果我们不去遵从基督所教训我们的话语的话，那么他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今天的福音中，我们应该学会三点。第一点就是自谦自卑，因为我们如果自谦自卑如同小孩子一样，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天主的应许。第二点就是收留一个小孩子，就是收留耶稣在我们当中。在印证我们自谦自卑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去收留一个小孩子在我们心中。所谓的收留小孩子，就是让我们自己也能够把我们的内心变成像小孩子一样那般纯洁那般纯洁。最后呢，就是不要轻视小孩子在福音当中我们都听到了，不要轻视小孩子当中任何一个。其中轻视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伤害小孩子不要伤害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呢是弱小者，我们经常把小孩子跟妇女是放在平等的地位，因为他们是弱小者弱小者，所以我们不应该让他们跌倒，让他们受到伤害。因为小孩是很脆弱的，很脆弱的，而且容易受伤的容易受伤的。这样的意思是让我们也如同那些小孩子一样如同小孩子一样去被保护。所谓的被保护就是被天主所保护。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强大的话，或者说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强大的话，我们就会生出骄傲生出骄傲，或者生出其他我们人性的一些软弱。所以我们要像小孩子那般软弱的话，我们就会被保护就会被天主所派的天使所保护。最后呢，主内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去学习在今天圣经中所教导的我们的话语基督的话语，让我们如同小孩子那般去学习纯真，学习谦卑。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借着我们的护守天使把我们引领到父的那里去。愿主耶稣基督的爱时时刻刻伴随我们，使我们的护守天使也能引领我们到主基督那里去。阿门。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悦纳我们为敬礼你的圣天使而献上的礼品，并恩赐我们赖天使的不断扶助，今生免于危难，来日或享永生。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并在你的诸位天使身上不停地赞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赞颂他们的宗旨，也就是光荣你，赞颂你，他们的创造者。他们享有尊高的荣耀，显示出你是何等伟大，超越万有。天上的众天使借着基督颂扬你，我们同他们一起歌颂朝拜你，同声赞颂，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命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血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吴成才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大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写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和圣神都归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便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招来复生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主耶稣，我真心全心你，在身体胸室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请赏我身灵身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想你实在到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阿门。
请大家祈祷。上主，你盛世滋养了我们，使我们获得永生的保障，请你借天使的护佑，引领我们走上救恩与平安的道路。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